里面是做麂皮，外层是做这种比较短 Q 绒、短 Q 毛，然后非常好搭配，然后有口袋，你可以搭休闲毛毛都可以。长度的话很友善，就是基本上小个人、高个人都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洋装长度。整个手啊到里面全部都是麂皮的，这件外套真的太美了啦！它是做这种开襟式，你可以穿很帅的那种西向靴。